市长想问一下，和平区长的结果出炉，然后台湾民众党籍的这个是落败，那刚好过10%拿回保证金，你怎么看？哦，还有拿回来，不错啊。哇，市长本来在艰困险峻啊，那这个我还好，未来的时间也没有选举的，所以可以静下心来从长计议，大概是。那会觉得说跟高雄补选就是二连败，小党有点难生存嘛？因为高雄就是毕竟选的不是那么如预期的。这个要等专访的时候再讲。这个是我在这个是讲，我这个话他很多时间来解释的。选举制度决定政治制度嘛，政治再决定经济社会制度。所以今天他一个人，我后来就我自己的观察，整个台湾的政治啊，取决七个人的选举，就六度加总统。然后他所以表示说整个 ratio 蛮高的。所以这个老实讲，这个我们目前的选举制度显然会很深刻的影响台湾未来30年的选举。那在现行的选举制度下，要做任何突破，这个要思考看看，不太容易，特别是在蓝绿两党以外的要去做改变，相当困难的。这个我想是，也许是很多政治学者要去讨论，就是说在当年修宪改成这个政治制度以后，到底未来对未来台湾的30年会产生什么样历史性的影响，这个也许是一个反省的时刻。不过这太深奥题目了，今天是要欢乐的，今天是大家要来欢乐天歌的，不要讨论这么深沉的题目。想问一下说，说因为今天好像场内还没有到5000人满载，那如果今天没有满载，有啦，这个一定会5000人。你只要等一下那个门打开，外面排队进来就5000人，换新老了。有民众反映今天的动线有点乱一点。这个我跟你讲哦，今天是第一天测试啊。所以我后来跟他讲，我们就是在未来时间慢慢慢慢加温了。这个第一天呢，你期待第一天就100分了，不太可能了。这个我相信，今天表演完以后，包括那个音响啦、灯光还要再 check， 这个要一次一次的去怎么讲磨练、磨合，才会达到 best 的最好的这种效果。可外面地板好像在积水，就是刚刚有还有很多那个工人在帮忙扫水。啊，这一样嘛哈，不过积水、漏水。漏水，室外积水又漏水，室外吗？对，就是外面的那个二楼的那个电梯前。好，那户外如果是有相关的这个缺失部分，我们也会在这次满载测试来做修正，那会在开幕前尽量把它改善完成。这个一定会有的、啊，这个今天还是下午下雨的，台风还没检测过嘞，真的台风来还在还，所以这样呢，那就我们就是以一种愉快的心情。欸，这个已经搞17年了，今天终于要满载测试了，这不简单了。之后会测试逃生动线的吗？会啦，这个都会一样测试的。那什么时候啊？这个来，执行长要不要说明一下？来，我们让执行长来说明一下。我们其实在今天的满载测试之前，已经陆陆续续做了非常多测试，然后也非常谢谢消防局。在演出前一周，其实陆陆续续进场，把所有的逃生动线。还有所有可能遇到的状况跟那个救生的进入的动线呢、啊，都有做过排列。那我们今天满载测试当然是非常顺利，所以我们虽然都会有很多的应变措施啊，这个请大家放心，我们就备而不用。谢谢。会找阿妹来跳吗？他说来这里不是只有唱3天3夜，可以唱那个30天30夜，这个就请执行长再去邀他好了。好，市长，那大道城的烟火因为下雨的关系，现在这个是这样的，我们因为是这样，因为这个突然出现台风，你知道，后来那个消防局有说哈，阵风超过5级了，因为到5级，今天估计要到5级嘛，那个还是基于这种安全的理由就暂停了。我也会觉得还有点哦，下雨啊什么，那个烟火不漂亮，所以我们会改期再弄。那大家讲说什么时候？这是这样的，我回去还要问气象团队，把未来一周的这种气象再 check 一遍，再做。好像礼拜我们再宣布啊。因为太晚才宣布，好多摊商都已经进入。这个是这样的，其实我们的心情也是，你要知道哦，已经准备这么久了，一开始留一天还不肯停耶，我还跟他讲说这个都已经台风要发海上台风警报了，而且还有强降雨，这个我知道他们因为准备很久不想停了，不过基于安全的理由，而且我们不希望说一个花的这么多钱效果不好吧。这个场地当初是设计给
音乐会、演唱会在表演的。可是今年金曲奖搬到这个地方来，造成地方太小，媒体没有办法进来，砍了将近一半的媒体。有吗？就造成这个、这个对媒体来说很不公平。我们反映给文化部，主办单位是文化部。会怎么会撞不下？随便撞还撞得下来。今天是这样，那个跟各位报告一下，因为现在整个金曲团队跟我们很密切，都有在这边联系。那所有的东西都还在调整中哦。那请大家，请媒体多包涵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摄影记者联合会长，这个事情我有参与。每年的金曲奖、金钟奖、金马奖我都有参与。我礼拜一还来在看场地，可是主办单位跟我讲说，媒体要砍一半，将近砍一半呢。这样子造成我们台湾这么困难。今天文化部有来，我们会反映。今天文化部的长官也有在现场，那我们会立即反映给他们，请文化部来协调看怎么样。尽量给我们好，有收到，收到，谢谢，这一定 no problem。我们今天上的主题 no problem。这个，所以媒体朋友还有提问吗？是啊，我刚刚有提到说那个大稻埕烟火是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取消。那如果跨年烟火遇到下雨要取消吗？我跟你讲哦，之前也有遇过雨。有啊，我跟你讲哦，要看雨多大。所以老实讲哦，我每次那种看天吃饭，我都觉得好。老实讲哦，就好像当年四大运，我妈妈都跟我讲说，不是你厉害耶，那个是天要帮你。我们四大运那一段期间完全没有下雨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后来算过，好像在连续十二天哦，在七月到八月完全不会被台风扫到，几率也不多。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，这种。对啊，这种所有老实讲，我七八月都要办活动，我都很害怕。所以今天两场都是。不，这是室内的时候不怕、如果在室外，如果今天是在广场做室外，是完蛋的。好了，就看天吃饭就没办法。开始喽，谢谢各位朋友。好，大家去听歌吧，谢谢。那是当摇滚区吗？啊，摇滚区吗？摇滚区留给年轻人。谢谢。早就被年轻人占光了。会经过，是啊，早就被年轻人占光了，他不知道我的。